中新网、中新文娱的网友们，大家过年好！我是歌手周深。新春已至，万象更新，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，有时候不妨给自己放一个假，去感受，去爱，去生活。新的一年，愿世界最美好的事物永远都陪伴在你的左右。祝大家龙年健康多多，福气多多，财运多多，祝大家新春快乐。今天就是除夕了，央视各个官微都在宣发周深春晚的消息。今天凌晨，总台春晚完成第5次彩排，同时央视网和央视网快看、央视网文娱官微带话题周深亮相春晚，第5次连排宣发，完成第5次彩排，并对今年春晚进行简单介绍。而就在2月8日下一站春晚预热采访中，周深也剧透了2024央视龙年春晚节目。据悉，周深和主持人撒贝宁将与塔沟学员合作表演八段锦节目《健康道道令》。你是有练八段锦吗？那我为了节目是得练一下，我的老师在这儿呢，教我八段锦。周深上演一秒变脸。Monkey 呀 ，Monkey。小朋友们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还有弟弟妹妹们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这是我第三次上春晚了，这一次还仍然是和以前一样的形式吗？哦，不一样了。怎么了？看腻我了？开始套话了？没有。说实话，这一次挑战真的还挺大的，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个风格的舞台。有变化呀？有变化，有。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？比如说，你摆点动作，给我们示意一下。因为平时的话，你肯定就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就平时是这样。对。这次呢？这次是。体操啊，好，我们看，哎，举重，啊，武术，打拳，武术，金叉，武力啊，新年好，哇，是一边举重一边唱歌，哎呦，猜得很歪，他肯定歪死了，好不好？你看看举重的那个气息是要憋着一口气，气是不能出来的。那是一边玩单杠一边唱歌。哇、哦，我看您是在杠我。我们要认真对待每一天，要用什么去认真对待每一天呢？让怎么样能够让每一天过得更开心呢？大家看我的舞台吧，滴水不漏啊。所以你当年学牙医的这个目标是不能有缝是吧？滴水不漏。哎呦，这是你今天讲水平最高的一句话。在彩排现场，塔沟武校的学员们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和精湛的技艺，与周深和撒贝宁的默契合作更是锦上添花。三者之间的精彩互动和完美配合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。八段锦，这是目前国家重点推广的全民健身功法，而且每次连排新年联播必宣传的节目，可见其重要意义。且周深和撒贝宁合作全民健身热潮，想必一定会出圈。最后网友还发现，最后压轴的难忘今宵，周深貌似站在 C 位，只能说作为生米骄傲。当然这些只是剧透，不到最后一刻都未知数，今晚一起见证。知道了。光阴的长廊，脚步声叫嚷，灯一亮，无人的空荡。一起，晚风中响了一阵从前啊。观众朋友，你怎么不唱呢？这样吧。周深觉得二倍速难，我们给他来点简单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接下来慢放，慢放友谊地址。下面挑战0.5倍速。啊，来。好的。打。好简单。一下我叫打啦。风帆帆的笔吗？
忘词儿了。你把名字介绍完，公主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当晚餐都消化完，就当年夜饭吃了。这个太简单了吧？就他自己唱的歌，不能放这个，不能，这属于放水，加难度。月亮姐姐，你不是我这边的吗？是是是，特别好。再来一首他唱过的啊。此外，其他各个大佬级主流媒体也在转发周深。比如新华社官微，近2月8日就有两条周深相关微博，一条说伴随着周深的小美满，让我们一起享受这份专属的小美满，分享归乡路上的喜悦和期待吧。一条是海军新春宣传片《灯火》使用的 BGM， 是周深张颖演唱的《灯火里的中国》配文，这片海只有我为我身后的灯火。而国家广电总局信息中心官微视听中国在8日转发了周深河南春晚的舞台，并说好听，周深动情演唱《若思念便思念》，动情的演唱配合梦幻的舞台效果，让人沉醉一起感受。人民日报官微、新华网官微也同步发文并转发了这个舞台。如果再加上央视众多官微对周深春晚采访、彩排等的宣发，仅昨天一天，在各大主流媒体官微随处可见周深，相信周深在2024央视龙年春晚一定为全国观众带来难忘的回忆。最后要说一下，生生不息嘉年华即将在2月10日迎来一场新春特辑，主打一个热热闹闹过大年。据悉，周深、郁可唯将合唱《异乡人》，更是让人期待不已。相信周深和郁可唯的合唱版本将成为节目的一大亮点，大家记得不要错过了。家乡所属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。愿大家在新的一年，每一天都被爱包裹，被好运眷顾，被梦想照亮。正月初一、初八，和我一起锁定《生生不息嘉年华》，好音乐伴你度过幸福团圆的时刻。夕阳慢慢亲吻着我的白发，推开旧木门回到家。周深，周深，好可爱！周深，文哥，你不能坐我的位置。行，可是我要去，我今天我要主持。你不能坐我的位置，申哥。三个人都要坐边边。你是坐那儿的，你是轩爷。轩哥，你辛苦了，不然都抵御不了你们的寒冷。我真是个机灵鬼。哎，你穿了吗？我不穿，啊、我从不穿。最年轻的穿秋裤。南哥穿秋裤了吗？没有啊，越老越不穿。背个胆。汪苏泷，我这嘴呀，怎么说出来这话？我说咱现在反过来了，年轻人。